好，我们这次来说台府的蓝诺天影，当初是抽到小倩啊，然后台府的话我不知道抽到谁，但我还是想要小倩啊，因为当初是想要燕赤霞，但发现燕赤霞好像没有比小倩好用，如果这两个角色相比的话，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可以希望可以抽到小倩啊，会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呢，哎，我就抽不到小倩，一直抽到燕赤霞，哎，哦，很难说，嗯，很难说，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经过昨天的这个，昨天抽小雪跟泰斯，哎，就中小雪。啊，昨天要抽无相跟那个白富贵，哎，先歪到赤练才抽到白富贵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。打 CS 就是要用小倩啊，可以封麦哦，哎，不是封麦吗？反正我可以记得封王的被动啊。哦，所以有小倩就赢了 啊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吗？好啦，我们 go go， 一緒に行こう。呼，啊，智郎别说了，智郎，我已经打那个无头鬼，我已经不想打了。好，没中。不要再开紫风了，紫风台服我已经有了，还没有加趴数哈。昨天歪两张啊！啊，没有。第三次抽，不要不要，难惹事。幻梦冰晶，哎，是寒武山，不是那幻境龙耀，哎，突破天际了。我的砖头是突破天际的砖头，哎，又没有，是怎样？第40抽了哈，啊，很衰。哎，有了吗？也加趴数，有加趴数了哈，突破天际哈。喵喵喵，叫喵喵会不会出来呢？我在学宁采臣啊，喵，出来吧，看，没有，啊，那没有，哎，虽小哦，昨天还没有加趴数就出来了，今天加趴数还出不来，不要什么道道道，我不要学我哥。猫叫声。幻梦中有声，等一下要帮观众代抽啊！我压力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是先献祭我的，你们在那边啊？好丑，有了啦！这样还没有，可以吃大便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第几个啊？倒数第四个、哦，第六个，一、二。三四五六啊，第七个啊，拜托啊！哦，小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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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！兄台，你也扶妖吗？我不扶妖。哦，干，干！连续两天，哎呀，完了啦！哦，燕赤霞也很帅，没有错。可是我现在就他妈不想要你啊！我不服妖，我要被妖服，谢谢。我要被妖服！哦哟 ，fuck you！ 好，再来，第二三四五六，第六十抽，坑，随便的啦，到到到到到，第七十抽，
完了啦！我觉得把你们带错，应该感觉不会很好哦。有没有小心哦？Oh yo, fuck you, man. Fuck you, man. 嗨，米歇尔，不行啊，小倩一定要，小倩真的这么好用？我是说他很好用，我是说他战斗的时候很好用。小倩很有用啊，小倩超好用的哎、欸。拜托啊，我后面还要抽霍庸呢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、哦。哎呦！白色胖子 ，Go！ 110抽，拜托110抽，让我中绝吧，中一下绝吧，中！干、嗯！看来运气在昨天用光了。Fuck you！ 来，这一次该中了啦！这次还没有中，真的可以去吃大便了。你要等去吃怎么办？不要让我吃啊！看，我不要吃大便。我把那句话收回，干你哦！11.5 哎哦，先不要哎、欸，先不要吃大便哦，先不要吃大便哦，先不要，今天很衰哎、欸，哦，好累哦。我要抽霍庸呢，你们忘记我还有霍庸要抽、哦？干！130抽，哦哟 ，fuck you！ 太讽刺了吧！你在耍我是不是？我平时还当我做善事呢。哦 ，shit！ 你的耳朵没事吧？哦。2、3、4，第四个。哎，我已经不期待了。3、4，妈的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 fuck， 第几抽了？我都忘记了，继续。哎、欸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吧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已经献祭了。两只100是最近最晒的一只，很久没那么晒了，大便都吃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第九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啊！哦，干！
啊！好累哦，既疯狂小雪哦，又疯狂燕之侠。哎人生啊。你以为股票买了股票当你亏损之后你可以逢低加码然后可以拉平。不要闹了，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没有这种事情。抽啦干。我有在怕吗？我谁？我谁？我会惊啊啊改变啊啊改变啊啊。我变了啦。我跟你拼啊！我毫无畏惧啊！西哥不要了啦，更亚美龙啊，亚美龙，八杆啊，八杆啊！俺はスーパーベジータ。俺はスーパーベジータ。バカな、バカな。第四次抽。Oh fuck！ 我会一直骂脏话，然后被编台啊！哦。我快受不了了、哦，悲剧塔真的要悲剧了哦！第六十抽，拜托啦，中一下吧、oh, ！Fuck， Super 悲剧塔，哦、oh, ！Shit！哎、欸，这今天这赛哦，今天是不该开台啊，不玩了啦，我是不想玩了啦，我帮你们抽好不好？我自己先不要抽了，好累哦，心好累哦，有了啦，终于有了，六七第七次抽三第三只。哦，有了，哦，终于有了。你若想知小人鬼怪异，我可与你说上些许。干 fuck！ 啊，终于，剩多少？七十。一，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一百一，一百五，一百七，两百四啊，两百四哦，两百二哦。啊，终于。不是240哦 ,220 视觉。超烂的这只。好啦至少都有药。还有剩一点点然后、哦、后面就抽货用西哥不抽了。虽然西哥也很好也是很不错啦但我还是想抽货用。货用是当卡池齁、哦。好。我的我的呢是应该是220抽啦视觉。这种燕之侠。跟小倩，这是最烂的一次哦。好，最烂的一次。不过呢，我还是都中了哦，还是都中。好啦好，我的抽完了哈，我的悲剧哈，我的真的是悲剧塔 ，Super 悲剧塔啊，200多抽才中小倩。好，我们现在帮观众代抽哈，好来 ，Go。这部影片应该很长哦。
魔龙祭天啊。哦，没有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哦，千万不要紧张。第二十抽，你紧张，我就会跟着紧张。不好的预兆。什么？是我在紧张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小倩，来吧，给点面子吧。我自己抽的烂没关系，观众可不能抽烂。各位，给我元，给我你们的元气吧。可恶，没中。哎、欸，给你面子嘛，不要到时候保底才中嘞，然后又还歪掉。哎、欸，先说啊，如果歪掉，不可以怪我。第四十抽，哦，救我！救我！撒旦啊，帮我召集地球人的元气吧！没有。哦，他说了，没中就算了 ，OK 的 ，OK 的。怎么办？我不敢再按了。第五十抽喽，第五十抽。哦，干！干！我对不起各位，我对不起各位，我真的是对不起各位。哦，有了。第九个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干！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。那你这次真的要再抽完了，因为第一只已经歪了。我很抱歉，剩下的就先停了吧。哎，超歪！fuck！ 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兆了。好，我先登出哦。好，我们帮第二位观众抽哈，各一支哈，但还是先以小线为主啊。手臂30公分很短吗？我们要无心无欲哦，无心无欲。我们要没有心如止水，心如止水。只要你心中平静，你就可以心想事成。哎、欸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没办法抽到你还抖内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记录一下，感谢啦，感谢。好。哦，对，我是说钱币，对钱币，什么东西啦？第三次抽。
可是我没有练那个他们的口白，有练口白是不是有差？还没加爬树，难的是喵喵，我都已经选定彩神在喵喵叫了，拜托中一下吧。fuck， 看来我已经献祭了三位了，包含我自己。哎，真的是不舒服的感觉，这感觉不舒服。应该是我的手太臭了，臭手。召唤多强的生物！啊啊啊！完了！加趴树了。我先洗个手好了，先洗个手，先洗个手。Go！ 我的手到底怎么了？我的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哦，谢谢居民，谢谢啦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好，记录一下，好，听话啦，那我干干啦，哦，那我看看啦，我拜托啦，哎，该中了吧？干干！干不是吧？Fuck！ 看，真的太惨了，我也对不起阿尔。看，之前帮阿尔抽到是见血那一次吗？看来运气用完了。怎么办？我已经先洗过了，我刚刚有先洗澡再抽的呢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画太烂了。哎。这是第九个，我有不好的预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Fuck！ 兄台，你也服药吗？干！干！干！怎么办，阿尔？你还要继续吗？我已经没有，我没有动力了，我没有。听阿的，好，继续。这是阿尔的第一只，没错。腰快不好，腰快断了。祖贤来吧，祖贤，祖贤，叫的好像很熟一样，其实根本就不熟。祖贤来吧，祖贤，祖贤怎么不理我了？祖贤，祖贤，半夜不睡觉的祖贤，怎么还不出来吓我？吓我一下吧！
拜托啊！二三四五 ，fuck man！ 不想玩的啦。哎，还要吗？真的还要吗？再一次60抽，好，再60抽，祖先。该来了吧？我们这么支持天地劫这款游戏，工程师该给一下赌钱了吧？欠欠小欠欠小欠欠，与我无缘。好难哦，怎么这次那么难抽？我刚已经选猫叫了，喵！选猫叫也没有用啊。哎、欸，有了！二三四五六，第六个。二三四五，拜托，拜托，干！干！干你啊嘞！哦哟，不要了啦！我真心觉得不要了啦，不要了，不要抽了啦。三峡上几抽？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，一百四吧，还一百五？一百四，其实平均50抽一个绝，然后都没有歪，都是在里面卡池的角色。干，还要吗？你是不是不要了？先不要吧。对啊，先不要啦，先不要。霍庸了啦，我也要去抽霍庸了，我也不想要玩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这次的两位观众朋友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之前帮你们抽的好运都没了。啊，150抽三只绝啦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玩一下通天塔跟那个小仙的剧情吧。那小仙还是值得抽的啦，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，但是你们的运气要好一点。好，我们观众朋友，我们的阿尔大大，然后再100抽哦，刚才原本要结束了哦，不过我们临时加码，阿尔加码，然后加码100抽。好，第20抽，哦，我记得好紧张哦。好，第30抽，喵，我都已经学成这样了，该让我中了吧？中吧，中吧。没有，没中。我是巨猫公子哎，巨猫真君哎，堂堂的巨猫真君宁采臣，小倩还不赶快来我怀抱？
一定是符合刚才的剧情。什么没有感情？我叫那么有感情，你听不出来？第五十抽喽。你妹刚问你说什么？先不要，先不要说。喵，很有感情啊。你不要把声音放出来嘛，你不会戴耳机哦。哦喵，哦喵。哦哟，我都不敢帮你按了，你知道吗？第六次，不要，拜托让我中吧！今天是包含我跟观众都没有抽到好的啊。你可以跟你妈说，你正在看一个废物在帮人家抽，都没抽到，这是有史以来最烂的一次了，都加趴数还没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等等，我们那子弹飞一下，好，那子弹飞一下。Fuck！ 我不敢按呢，我真不敢按呢，又要九十抽了，要八十，要八十抽了，第八十抽了。我对不起各位，我对不起各位，今天真的很毒欸，从来没有这么毒过。我对不起各位，我对不起阿尔跟 LO。那么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好，你拿外卖是不是？第八十抽。哦，来吧！哦，我不想面对啊，我没办法接受这个打击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怕哦！有了，有了，有紫光了。第一只，第一只就是啊！干！干！我就说嘛，阿尔，我就说嘛，不要，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逼我？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我们刚刚大家都要劝退你了。我对不起各位，第五星小雪要五星燕翅侠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对不起两位让我代抽的朋友 ，I'm so sorry， I'm so sorry， 好了，我们停手了，这是大师最长的一夜，大师最长的一夜，我腰还不错了。好啦，我很抱歉。我真的是很抱歉。我真的很抱歉。哎。
抽完了啊，抽完了。好了，先这样子，感谢阿尔提供这么多抽。好，感谢两位观众朋友，感谢你们。啊，这个就给阿尔决定了啦，这个我不好意思帮他决定。好了，就是，对，是个燕世侠，对，是个燕世侠然后还 DY， 然后 LO 没有帮他抽到任何一只角色歪掉，所以 LO 下次一定要抽啦。要因为他等下，还是已经自己抽了，是五星啦，但燕世侠就要靠神兵来看神兵会不会更强，可是他一定要搭大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好啦，今天就先抽稿就到这里了，哎，好烦哦。好，抽卡结果就这样，看刚刚的这个几率大家满不满意呢？啊，大家都自由心证哦。